投手教练还有他自己本身呢，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牛棚，这要注意。结果这球打到了右半边，形成了一个平飞的安打，跑者这时候绕过三垒，右外野手这个球传回来 ，out。哇 ，nice play！ 右外野手张正伟一个弹跳呢，进到捕手陈哲龙手套当中呢，是将从二垒要直闯本垒的詹志尧呢给触杀，而且哦。这个回传之后时间还蛮充裕的，这段期间呢，球评杨千龙杨教练盯各队外野手长传盯得还蛮紧，现在感觉都有一些进步，对，我慢慢的，所以其实都做得到，做得到，其实都做得到，对的方式哦，要怎么样去做改变而已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蛮可惜的，现在外野的那个传球的一个能力，然后